好，今天这一集也是开箱粉丝的宝物壳哈、哦，感谢粉丝，他就是也去入手了一个这个我在15的部分非常推荐的劳特的这个宝物壳哦，那我们应该也是全台首开的啦，因为这个壳应该现在比较少看到啊、哦。另外这个壳，这个 Crystal Matter X 啊、哦，其实我在15的部分是想要去开的，但是厂商第一个他没有第三个按键，再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货。所以我就没有开了，那终于在16的地方我们拿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它这个边是这种钻石切割，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它非常高的防摔、哦、6.4 米。那劳特的这个盒子就是这样拉开的，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哦、好，拿出来。首先呢，它的这个边先给各位看、哦、它是有一点这种不规则，好像一个波浪、哦、这样波浪这样滑动，然后有这种切削面，所以很像那种钻石的切割、哦、不规则的啦。然后它的侧面还有这样有一颗一颗的这个圆圆的还有直线的这种刻痕、哦、它是要增加它的这个抓握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边做得很奇怪、哦、你看有这种波浪的切削、哦、波浪切削。另外四个角呢又有气囊，所以这一款 6.4 米的应该是它系列中算非常非常高的防摔。另外这一面也是、哦、波浪中再带有一点这种左右的那种好像钻石切割，另外有一些小的这种微粒的刻痕、哦、四个角又有气囊，然后它的这个边呢是有这样微微的这样凸起来远远的，很像那种 Casemate 的那种 Ultra Tough 的那个、哦、D3O 的这种旁边会特别凸起，所以蛮漂亮的、哦、然后它的底面呢，它的边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我在摸这边它是有一个落差，但是它的落差呢，其实劳特我很喜欢的原因就是它都没有那个刮手感，它的衔接处是没有任何的机器割线，只是说因为它的这个高度呢还是会有一个落差。不过它的好处是它这个波浪这个纹路、哦、它这样斜切，所以你现在其实在握这个壳的时候你根本摸不到背板的这个衔接处，就是你怎么握都会握到它的这个边啊，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说会刮手。然后它的这个镜头呢是这种透明的，我觉得很特别啦，按钮是这种金属的独立按键，所以劳特的这个做工啊都是非常好，而且这按键一定是非常好按。它的这个磁吸圈是内砍式的、哦、我们在测说它到底等一下强不强。然后这种透明壳本来就是会沾指印或一些什么，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擦一擦，因为我刚才去吃寿喜烧啦，所以我的手是非常油的。底面的话呢它是不规则的这种46开的这种全开孔，然后它的这个充电孔呢应该是原厂的再稍微大一点点、哦、整体而言放在桌子上也蛮稳定的哦。那因为这次的这个边框都很高啦，你们要说什么可以不会跷跷板的应该是不大可能的。然后它的壳呢有一点这种淡蓝色的，因为它历年来的那一些系列呢都会加入一些抗黄的成分，所以这种淡蓝色的这个壳我觉得看起来更漂亮，以外比较不会黄化啦。然后它的 MagSafe 呢我觉得也是做得蛮精细的，都很漂亮啦。我们看一下它的重量 59.8 哦，快要60克了、哦、那因为它是最高防摔的，所以这个重量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它的这个相机按钮呢它是开孔比较大的，它后面是做这样斜切进来，另外它前面这根是软的。好，我们来装看看，安装非常好安装，哇这个手感非常好、哦、它这个手机壳呢它这样子边呢它是做一种椭圆的，然后又有切削，所以我现在在抓握这个感觉，哇非常不错，非常漂亮哦，这个边这样子这个触感很特别，好像你在抓一个不规则的好像水晶壳，然后很多不同面的这种切削，所以这个在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按钮的话，哇这个按钮劳特的按钮，这个现在我按到现在应该是最好按的，那历年来劳特做的真的都是非常好按哦，它这个按钮独立按键设计的非常好，然后它的这个边呢又加高很高，你看我有贴小号的保护贴，它这个边应该是现在的应该是算比较高的哦，凸起比较高，所以放在桌子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背面呢又很漂亮、哦、晶莹剔透的，另外呢镜头呢镜头框也是有高于镜头，然后这个按钮按看看，按钮就比较吃力了。这个壳其实比较可惜就是说如果它有做按钮，因为它这一个距离比较深，所以其实我这个在按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吃力，它这个按起来有点像犀牛盾的透明壳，所以这边呢可能就是扣分就扣在这边了。好，我们测一下它的磁吸、哦、非常强哦，快两倍了，快两倍吸力，磁吸没有问题哦，很强。这一个壳、哦、整个什么都好、哦、但是就是可惜了没有按钮、啊哦、所以我是期待说劳特这个如果他有做按钮的话，这一个壳我就会给他很高的分数。好吧，那今天自己就到这边咯，希望对人很有帮助。